大家，我先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哈。认真的耶，那有什么好示范的？那个没有什么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吧。红烧肉哎，居西弟，嗯，你吃红烧肉应该不会不好看吧？我吃东西一直都是非常有气质的。一口。哦哦。给他拿点水好不好？你不行了，有十分钟都不能讲话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他气确实要跟我一样大。他用手吃，我刚没用手吃。你看，你这个人真的……可是他现在表情比你可爱哎，怎么办？不错，而且他还在跳舞哎，我也会啊。没有人吃红烧肉跳舞，我不懂这个戏码。好了啦，为什么没来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吃红烧肉要跳舞？我不懂哎。而且顺便可以组织一下。然后荒唐，好像他吞咽完速度比你快，你还在弄哎。所以他跳的是肥肉比较多的。可是吃肉很简单啊。欸，你吃一个很文人的，拜托哈。哦，仰望诗和远方的诗法，遥望着远方，那个肉也要做吗？还不错，很够，很够。有像那只袋鼠吗？望着远方。这世界很酷。